长见识啦！原来红嘎子是这样来的。专门产嘎子的紫柑，你吃过吗？紫柑的种子可以吃，它的果肉也是非常营养美味的哟。太好吃啊！太美味了，是不是？好吃，多吃点。姨奶奶叫你多吃一点。太美味了，这个汤汁是不是？那个籽不放，那个籽等一下去晒，晒了做嘎子吃。不怕，那个籽等一下再放在那里。那个小勺子里面，这个汤汁好吃的，宝贝。汤汁，这个汤汤，也很好吃嘞。啊，这么多汁啊！加入水。哦，那个水很好吃的，那个汁好吃的，看宝贝咬到嘴巴那个汁，那个汤汁很好吃的，汤汁也很好吃啊。好吃，汤汁好吃的。哎呦！怎么可以咕咕叫？咕咕叽叽叫。咕咕叽叽叫，下面的咕咕叽叽。他们家叽叽想吃了吗？他说：“哎呀，豆豆在吃啊，我也要吃啊。豆豆吃肉，鸡吃皮啊。”好的。这个皮我是豆豆鸡鸡吃。你奶奶的咕咕鸡。饿了。他饿了。